那这首曲子其实已经很久了，那不过其实他当初呢跟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音乐剧《真善美》《西城故事》都是相当有名的，在这个音乐剧全盛时期，到了后来呢，音乐剧又出现了第二波，像是这个歌剧《魅影》啊，哦，路易安德韦伯他所做的曲子，然后到现在呢，也用了非常多的卡通来在音乐剧里面。好，那我很喜欢把一些音乐剧的东西给学生们，那让他们可以透过这些很有画面的剧情去感受一下这个配乐，会带来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点不同风味的，那我们准备了四首这个民谣的曲子，那第一首带来的是这个早期电影，这个很早期的《阿里山之恋》的主题曲，叫做《高山青》，高山青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那高山青呢，用管弦乐来演奏是什么感觉，我想这个版本呢其实很不错，它除了可以听到这个高山青里面形容这个原住民同胞们非常辛苦刻苦耐劳的精神之外，也可以看到这个 男生跟女生之间，谈情说爱柔情的一部分。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乐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器呢在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独奏，那这也是我们管乐器里面最小支的乐器，我们刚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管弦乐团里面的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弦乐器，提琴类的。那在他们的后面呢做了一排一排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管乐器。那管乐器呢基本上它都是用管子做成的，那有分两种，一种叫木管乐器，一种叫铜管乐器。那木管乐器早期真的是都是木头做的，那到了现代制作的乐器开始用了很多的金属在里面，因为金属的材质比较稳定，音色也比较稳定。那木管乐器有个特色，就是木管乐器的每个那个乐器的长度都是不变的，然后呢有开很多的孔，好像我们小时候吹的直笛横笛一样，利用这个不同的孔的开合手指，然后会变出不同的音高，那这个乐器呢叫做它是长笛家族，长笛我们先把长笛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长笛的同学们，这个银色的，亮丽一只。好，那长笛乐器呢是大部分这个女生的最爱，因为我自己的任教好几间小学，每年到了这个要招生的时候，那个头发长的女生都自己会在长笛那一排排队排很长，因为他们觉得哇，她的长头发配这支银色亮亮的长乐器就是展现了她的气质，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乐器，没有关系。那在这个长笛这个家族里面呢还有一支乐器，没有那么长，很短，你们猜叫什么？短笛，对啊，长的叫长笛，短的就叫短笛，来我们请那个嘉儒来，短笛拿起来，你站起来拿给大家看一下，短笛他手上那一只短短的，那一只就是短笛，好，谢谢。那短呢音就很高，等一下我们在高山琴里面就让他听到他用短笛吹，然后音色非常高亢，形容我们这个在住在高山上的原住民同胞们。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高山青》，谢谢。